素月浓，萧瑟晨风，恍若海市阡陌片舟，静心听花落，无虑不谋，索取处可是我所求。一你是黄柳，江山与江山不同，乾坤无念不肯生动，并肩看苍穹，岁月比岁月浓稠，月儿，月儿，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没什么事。有人想见你。进来吧。你们谈。陛下，神医在此候了多时了。陛下呀，您就让神医给您医治医治吧。陛下，老奴求陛下了。神医呀，这陛下不肯医治，可如何是好啊？心病还得心药医，去把那个人找来吧。神医，若是那个人不来，可如何是好啊？那个人不来啊，陈公公，那你就给陛下准备后事吧。神医，神医。光王说：“是我来劝你，此事恐怕不成。但即便如此，我仍然想来见你。劝什么？齐燕死了，你痛快些了吗？我不想回答。这个问题很重要，关系到你我以后是否还能化敌为友。”真的不知道最近发生的一切的一切都像做梦一样。蜀地有一种失传了的贡帛，皎莹翠金，素白无瑕，轻软光滑，但任何笔墨都无法在上面留下痕迹，而你在我心中便如此薄，
仇恨无法污染你的心智。你仍是我初见时那个正义而勇敢的姑娘。我知道，虽然你现在无法原谅我，但我若有危险，你仍然会出手相助。若琳，陛下没有死，若你肯出手相助，他仍有机会活下去。你肯吗？谈完了，他肯吗？还需要考虑。刚才陈公公又来催了，我知道，但也要给若琳一些时间。那么你呢？我，你肯亲自来说服若琳原谅陛下，那么你肯原谅吗？我想的可能跟常人不太一样。对我来说，仇恨并不止在个人身上。裘子良残暴不仁，挟天子把持朝纲，是谁给他这样的权利？而齐燕不是坏人，又为何认贼作父，帮裘子良屠杀贤良？不找到这二者的根源，朝露之变只会不停发生，会有更多的人遭遇不幸。是啊，像我大兴曾盛极一时，如今又因何没落？帝王无能，宦官专政，朋党之争，创业难，守业更难。所以，在裘子良未除、宦党未铲、人心涣散的现在，我并不想齐燕死，我希望他活着，活着，看着我们努力，甚至和我们一起努力，一步一步改变现在。与子同袍。走吧。怎么还不来呀？怎么才来呀？我要找陛下单独谈谈。陛下没叫你。陛下，找到答案了吗？是。
翻水动手吧。沧海一如脚上人，你忽然一吻，扰了背后的情郎。飞鸿一来云后问，世间人欢几分真？别急于孤枕，无论豪杰何良人。有多少人想让我杀了你，可我偏偏不能容了他们的意。这么多年，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多年？有人在朝露时就想好了布置这一切，他需要把我从鬼门关救出来，记忆，教我武功，把我送入宫与陛下产生感情。我真的无法想象，这是人心。利用了我，利用了阿武，利用了紫衣局，利用了韩月。这一年多来，我与陛下都是他的棋子，任人摆布。您甘心吗？我不甘心，所以招录之事暂放一边。我们一定要抓住在暗中的第三人，如果不将他绳之以法，这些年我白活了。就一封平常情话，冰雪中找一处欢喜自洽。碧落日人家，黯然两身发，不必恨却心里面的风沙。同样是我的老师，我向老师发过誓，一定要救下你和令姐。所以你用了特制的剪刀，还反复练习如何能摄人而不死。你救了我，救了阿武，放平常情话，阴绝中找一处欢喜自洽。碧落日人家，暗淡两身发，不必恨出心里面。你真的还活着，这真是太感谢你了。陛下，我想有件事要问你。这第三人您知道是谁对吧？是关王叔。自从您告诉我一切都是关王所为，是他假扮右相操控了象棋营，是他想借韩月之手杀了您，杀了裘子良，是他与裘胭脂联手让裘子良闭关，一切都让人不敢相信。所以我们在胭脂面前演了一场戏，朕假装濒死，你好去试一下王叔的真实想法。是，答案正如我所想，他并没有称帝之意，只是想助您坐稳地位，铲除换挡。一切都是姑姑单方面的野心罢了，所以陛下
我们会演戏，焉知他不会。陛下，那您要如何？幽冥化暗，这局棋，朕才是第三人。到底是谁？他到底是谁？关你什么事儿啊？我说了多少回了，该问的问，不该问的不问，该看的看，不该看的不看，看也白看。下去，下去。你怎么？哎呦，老奴见过胭脂姑娘。陛下的病情如何了？啊，枯木逢春，这一夜是柳暗花明。倒真是情之所钟，也好。说灵若真能放下这段心结，也能快活些。怎么，有话想问我？也没有。胭脂姑娘对鱼儿真好，跟秋。胭脂姑娘跟裘大人不一样啊。程公公，老奴在。你是个好人，好人一定会有好报。软甲穿好了吗？嗯，穿好了。陛下，一切准备就绪。很好，那就该我们进宫了。是。这样折磨关王，不好吧？这是以彼之道，还施彼身。而且，一个人入戏久了，就连他自己都会骗，所以要想看清他的真正面目，就得让他先摘下面具，对吧，鱼儿？嗯。
张其仁。怎么了？大人有令，命我交给您的。爹爹什么时候知道的？你是指陛下病危一事？自然是宫里边第一时间传来的。大人虽在闭关，可他还是很挂念陛下和长其人您的。好了，我还要回去为大人护法。这上面所写之事，还请长其人早做准备。宫里不是封锁消息了？是谁把消息传到大人那儿去了？为什么大人突然下此命令？齐言差点死了，裘子良怕有下一次。可齐言死了，不是还有光王吗？大人不是有意扶持光王为帝吗？现在看来，他改变主意了。他想让你成为第二个女帝。我不知道。我心中惶恐得很。此次齐燕自戕，事情闹得太大了，裘子良恐怕知道了些什么。不可能，不可能啊！右军还在那里。就算大人有什么异况，他肯定第一时间就通知了。难道右军背叛了？还是大人连他的耳目也瞒过了？事事皆有可能，除了你，我不信任任何人。裘子良的这一步棋虽然突兀，但与我之前的想法不谋而合，倒是可惜。你真的要嫁给齐言？三天。指令一出，我无法改变。你真的心甘情愿？缔结一段全无爱意的姻缘？阿秀，阿秀。若我因私情而忘职，有何脸面去见王室族人？可杀青，所以不要反复的提醒我，规劝我，动摇我。我需要的是支持，而这世上能给我支持的，只有你一人。裘子良那边出事了。一个时辰前，大人从屋内递出一封诏书给左钜，让他带去宫中。是封妃诏书，三日后竞选裘延之入宫，受封淑妃。
想出去吗？回答三个问题，就放你出去。什么问题？一，程若愚就是王若琳。二，光王殿下就是右相。三，胭脂和王若琳和光王什么关系啊？走什么走啊？能不能多留几日啊？陛下现在身体这样，等他好了以后，你再走也不迟啊。我看他已经好了，都能大婚了。哎呀，你看你这话说的，你看，那不是裘子良？那不是裘大人逼的吗？让他走，陛下。让他走。那你要走，走哪儿去啊？上哪儿找你啊？朕给你个提议如何？三原县的徐慕园。陛下呀，陛下，你这话说的老都是心里啊。那是哪儿啊？那是陛下修建的陵园了。陛下，你们都出去吧，朕还死不了，还要大婚呢。看什么看啊！退下。王阳曾有恩于我，王室灭门，我就想，我是不是应该做些什么，为了父王，为了皇兄，也为了我自己。要是那裘子良是这一切的原罪，那么就除掉他。结果姐姐背叛了我，裘子良仍然还活着，就连王阳的两个孙女我都保护不了。就是恍惚一场，没有了，到头来果然什么都没有陛下。如
如何了？高平那边很顺利，一切都按照计划进行。那就可以告知胭脂，高平那边的事了。告诉他。朕很想知道，他为何屡次三番的要救鱼儿？这其中必有一个让他不惜跟秋子良为敌。 都要保住鱼儿的理由，难道他真的是？是谁？王若清。那鱼儿知道吗？这只是朕的猜测，就算核实了，也不能告诉鱼儿，否则他不可能回离开恒安。也对。 他若是留下来，陛下倒不能放开手脚。生死之局，若是赢了，自是皆大欢喜；但若输了，便在徐慕园相见。 是，陛下，那臣妾告退。 保重。 这个小厮自称奉陛下命令来通风报信，我不是小厮，你才是。 半年来，我派人秘密监视高平。三个月前的一个雨夜，高平带回一个神秘人，此人行踪诡异，而且武功极高，我始终没能查出他是谁。他于半个月前离开，就在一个时辰之前，他又回来了，而且这一次他带回另一个人。这个人是程曦。 什么时候发现不见的？晚饭时候还在，最多不超过两个时辰。来人武功不错。阿世人在哪里？在紫衣局，玉娘看着他。按理说，程尚宫身边应该无人可用才对，而且居然在将其营，神不知鬼不觉的就把人救走了。裘子良的人。 他跟程曦没待多久，便发现了我们的监视，于是便逃了。此人又腿有疾，是左军。所以，程若愚的确就是王若琳，对吗？ 就说，以裘子良的性子，怎可闭关四个月？原来是游民化案，等我们自乱阵脚。玲玲来了。陛下说了，现在最危险的便是程若愚姑娘，裘子良很有可能已经知道了她的身份。阿秀，你们先离开。 是，跟我走。
你来了。对，我不请自来，是有话要对你说。是来恭喜我的吗？我听说，裘子良要逼你嫁给陛下。逼？别傻了，我求之不得。怎么？嫉妒我？嫉妒就嫉妒嘛，我不会笑话你的，傻瓜。你喝醉了。是啊，喝醉了。醉了好啊。什么烦恼都没有。什么事都敢做，也什么都敢说。那你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？放心，我会好好照顾你的陛下。没有你，我会和齐燕恩恩爱爱，白头到老。别喝了。越远越好，这辈子我都不想再看见胭脂。没听到？我叫你滚！裘子良与我马上有一场恶战，生死难料。你是王家唯一血脉，无论付出什么代价，我都要护你周全。所以，快离开这里。
陛下，真的要大婚呢？那李家小姐怎么办？其实你想说鱼儿怎么办吧？陛下，老奴岂敢有此奢望？怀志，在。没事，怀志，希望有一日能如你所愿。你去安排一下，这要见关王叔。是。怎样了？外伤不要紧，这脑子似乎受了刺激，也许会想起小时候的事。你是说他恢复记忆了？看这情形，暂时还没有。如若再多来几次的话，这病情不如乐观呢。还是好自为之吧。你打算怎么办？还不与他相认吗？程曦现在在裘子良手里，裘子良可能知道玲玲便是我妹妹，这么好的把柄他不会放过，所以玲玲必须马上离开。若我与他相认，你觉得以他的性格他会走吗？总是这样，时机不对。从前是不敢相认，现在不能相认。那我先去准备一下。大人那边我已经派人盯着了，目前还没有动静。
拯救。